妙道山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，是一座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山岳景区。妙道山海拔约为800米，山势陡峭，山上有许多古建筑和文化遗址，是一处集自然风光、人文景观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胜地。妙道山的主要景点包括妙道寺、千佛洞、观音洞、天柱峰、龙王庙等，其中妙道寺是妙道山的核心景点，建于唐代，是一座具有浓厚佛教氛围的古寺庙，寺内有许多古建筑和文物，如唐代的大雄宝殿、明代的钟楼、鼓楼等，是一处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古迹。千佛洞和观音洞是两个著名的岩洞景点，洞内有许多佛像和壁画，是一处具有佛教文化特色的景点。天柱峰是妙道山的最高峰，山顶有一座观景亭，可以俯瞰整个妙道山的美景。龙王庙是一座供奉龙王的庙宇，是当地居民信仰的重要场所。除了以上景点，妙道山还有许多自然景观，如瀑布、溪流、森林等，是一处适合徒步旅行和探险的地方。此外，妙道山还有许多民俗文化和特色美食，如岳西酥饼、妙道山茶等，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也能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和文化。总之，妙道山是一处集自然风光、人文景观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胜地，是一处值得一游的地方。